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咳血。敌军还有三。这把带绿色了。重刃的位啊。皎月，全军出击！干嘛了？哦，选了个 Team AD， 这什么意思呀？今日是一场重大的考验。Team AD。两级学个 E 吧，每个先 A 他那么一下，这把尽可能前期抓上吧，感觉上路比较好帮一点，漂亮。过眼了，诺手。看见机不为所动，我就不 Q 了，本来想 Q 上去干他的，看见你在原地那个小图标没动过，魏应该也在下半区吧。哎，魏呢？魏在哪漏了一下24刀。漂亮，看加料回不回，不回的话再去中路抓他一波。想回，想回，但是不回，那我就有机会了呀。哎呦，升级不升级，我直接 Q 他了。我也不回了，漂亮。
哎呦，这泽拉斯太诱人了！哎呀哎呀，不要逼他位置嘛，不逼他位置，让他在二草，我这不就来了？他把他逼到塔下，我就去不了的。未交闪现了，伤害不够。哇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帅！家家哥前辈人骗没了，女朋友也跟人跑了，能不能给份猪脚饭？如果是这样要的话，我只能三个字，两个字，兄弟，活该。哎呀，好难受啊！哎呀，舒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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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突然就变得很舒服啊！这你都敢打吗？提莫在干嘛？啊？波波女说看着这打的真的想骂人的。真的想骂人，真的是有点想骂人，兄弟，这太这 Timo 不是搞得有心态吗？啊，打了30秒钟啊！我直接吃他线了，真的，我得惩罚他一下，太恶心人了。这么喜欢吃线，就我也帮你吃一下吧。喜欢吃线呗，对吧？JD 给了我一个踢他进塔的角度，我还在想怎么踢他，自己过来给了个角度，舒服得很。回家可血吧。先锋我们也靠一下，鞋子快出来吧，走得太慢了。好，380，这把出血魔，这把肯定出血魔呀！中上野对面三个这种坦度比较高的，肯定是买血魔流啊！这把不能穿甲，血魔流容错率高这一局。你看，你出穿甲，他位有个大招锁头，有加里奥的控制，有尼拉的那个挡平 A， 你穿甲流穿不起来。这把血魔流就真的舒服，三进三出。都 Timo 也连能杀分段，钻石局，这是钻石局，不要杀分段，只是这个人有那么点搞。
不要以貌取人。直接丢了。回家，两个单杀，这条龙不能再放了。送上门来的单杀，我以鲜血淬炼一双铁拳，感受威风。中路有没有说法？都这么稳健，抓不到啊，兄弟！下河道可能有眼。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兄弟，故意的。装什么？啊！你在装什么？故意给水友整直播效果的？还真以为我不行啊？啊？真以为我不行？他没有大，完了。应该走的，兄弟们，应该走的。钱反正刚好，就直接先大眼魔刀了。反正对面两个法师，钱刚好就买了。从上往下说，骇人精，哇，这波还是我骇人精，这波不是辅助才是骇人精嘛，兄弟。好难呐、啊，终究是我承受了所有。打赢了就是辅助这波资源的女，打输了就是我害人精。怎么这么真实啊，大家？大家怎么这么真实啊？
河蟹呢？河蟹被胃给吃了，胃交大了，开杀开杀，谁都控制不住了。我们去杀 ID 吧，中路已经不需要我们了。杀 ID， 这哥们就是我的玩具。等着他。我操！哎呦，你真是我哥，真的！哇，你这一波真的！真的，兄弟，我都放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放弃了，突然一个大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兄弟们，泪目了泪目了。泽拉斯呢？我是八个单杀吧，哎呦，小龙又没了，这提莫是人呐，我靠，让他死，让这个提莫死，是人呐。血魔流氓兽竟如此之恐怖吗？这影魔刀买的好，真买的好，这影魔刀买的太 nice 了。给大家抽下一个号了啊，兄弟们，国服任意大区大师一下，没有任何段位要求，大家有号的可以自己参与一下，好吧？国服任意大区大师一下，大家有号的都可以抽一抽，只要你是大师一下就行。找到直播间有一个倒计时的电视图标就行了。
诺手怎么这么猛啊？ 他没魔抗了，能打能打，啥情况啊？诺手，我发现了，我不能跟这诺手干，操！ 要不这边蹲一个吧，剑继续带啊，剑继续带下呀，都不带线吗？不要管这提莫呀，你去带下。 剑姬搁着逛街干啥呢？啊，搁着逛街，他就把线给提莫带。本来就是四打五啊，四打五他得去牵扯一个。我们这边三打四能打，他直接把线给提莫吃了。 诺手正面团真管不了，现在。哇，剑姬可以，这波操作起来了，剑姬，漂亮。大龙吧，我觉得大龙吧。真的蛮怕诺手。 还有四分钟，来单挑，单挑。
来啊，敢跟我一战吗？他在等人。啊！你还想跑啊？硬要蓝 buff 不要红 buff， 我将掌控神龙之灵。哎，我的三郎呢？对面什么时候过来偷的呀？什么时候偷的？推下，这波推下了，把他们三路都破掉，这样是最稳的。钱给他吧，可推可推。队友打的，对，我知道队友打，但是他那个图标还在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？就如果说队友打掉，他那个图标应该是会消失的呀。单杀，漂亮！真的称之为飞，称之为四打五。